日前，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对军方财务工作进行大清查，分析认为呢可能会再抓军老虎。2月11号，有媒体报道称，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已经被中共双规，郭伯雄的儿子浙江省军区少将郭正刚也被拘查。那么，郭伯雄和已经落马的徐才厚被视为是江泽民的左膀右臂，因此外界关注的是，到底什么时候处理江泽民？ 解放军报2月11号发表文章，经习近平批准，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《全军财务工作大清查实施方案》，计划利用一年时间，对全军过去两年的各项经费收支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大清查，包括资金流向、支出凭证、假发票、转移开支、小金库等。中共国防大学教授龚方斌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认为，财务清查将由审计部门进行。 去年11月，军队审计署由总后勤部规划中央军委建制，对中央军委负责并报告工作。这次财务清查是审计署规划中央军委建制后负责的一次大动作。中国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分析，这次清查行动标志着对军队反腐的扩大和深入，可能会起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 这个军队的腐败呢，在大陆来讲呢，由来已久。从那个邓小平那个改革开放呢，允许军队参加到经济改革当中呢，使这个军队腐败有这么一种机会了。江泽民执政之后呢，他是以这个腐败治国，他当了军委主席之后呢，用这个贪腐呢，拉拢这个军人，提拔呢贪腐人员，提拔呢听他话的人员，这样的话使这个军队这个贪腐呢。 更进一部的这个严重和恶化。1月15号，中共总政治部申厚爆料，徐才厚、郭伯雄担任中共军委副主席期间，全军上下跑官买官成风，用千万元买军籍官位，百万买市级官位，是军内人人皆知的卖官潜规则。实际上，中共军队腐败加剧，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，当时江泽民任军委主席，因毫无军队基础。 只能给军头一些恩惠，收买人心，令军队腐败触目惊心，买官卖官泛滥猖獗。中国政治问题专家李善建认为，整个中共军队系统早已彻底腐烂。习近平推动军队反腐和财务大清查，其中可能包括两个深层原因：一个腐败的军队是很难被统一控制的。 那么呢，这些军队很可能在权力斗争中成为对他的一个威胁，那也可能会制造一些混乱。另外一个呢，中共的军队现在这种状况是对外完全没有任何战斗力的。这个事情呢，它无论是从权力斗争角度来考虑，还是从维持中共苟延残喘这个角度来考虑，它都是要处理的。1月15号。 中共军方公布了去年查处的16名军籍以上军官重大贪腐案件情况。1月19号，中共四总部军头、中共军队总参谋长房峰辉、总政治部主任张扬等人在中共军报刊文支持习近平。1月21号，中共各大军区表态，一致认为要与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，支持习近平进一步推动军队反腐。2月11号，海外中文媒体披露，70岁的郭伯雄。 10号已被中共军事检察院的人带走双规，他的儿子浙江省军区少将郭正刚也被拘查。报道称，习近平上台后先拿徐才厚开刀，同时调查郭伯雄和前国防部长梁光烈，为稳定军心，一度暂时放过两人，但查出郭伯雄问题实在太多，决定拿下郭，以平军心为名义。 徐才厚、郭伯雄呢，过去是江泽民在军队的，是左膀右臂。那么呢，徐才厚现在已经这个公布了，哎，郭伯雄呢，我估计呢，说给他这个进行或者双规双开啊，这可能呢已经在进行，这些呢，我觉得并非是空穴来风，而且他儿子也是深陷其中，这个呢是很有可能的。自去年6月底徐才厚被开除党籍之后。 有关郭伯雄被调查的传言一直不绝于耳。同年8月12号，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报道，郭伯雄涉及收受贿赂及协助他人晋升职衔等，正在接受调查。今年1月20号，财新网爆料称，今年军队还有大老虎要落马，并明示职位与徐才厚相当或者更高些。
舆论认为大老虎剑指郭伯雄，并关注什么时候处理江泽民。